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622页，622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祝福圣礼，祝福世界，已不可思议。言祝福者，通指十方如来圣礼，利就是利用，又具梵语名义大吉，即宗经录48，有五种力。第一个是定力，二通力，三戒识力，四大愿力，五佛法之威德力。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云圣力不可思议。这个五种力，佛学大字典呢有解释，第一个定力，这是说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他有这些能力。第一个是定力，一切禅定之力。禅定的不可思议，我们知道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宇宙的奥秘神秘的现象都是佛从定中见到的，是定中的所见到的限量境界，不是预言。世界上许许多的预言，可不可以相信？这个问题应该在40年前，我曾经请教过李老师，他老人家对这个预言的看法，他告诉我，预言的准确性呢，不确定。为什么呢？一般的预言呢，都离不开数学。由数学里的推算出来的。中国的《易经》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推算呢，要非常精确，不能有一点点差误，一点点差误啊，这个变化就很大了，所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说世界上一般的预言。他说佛门里面，像黄檗禅师，他好像有预言师，
这个就很准确。为什么？他在定中见到的，亲见的境界，那不会差错。如来有很深的禅定啊，深到什么程度？佛经上常常看到一句话：“彻发底蕴。”好像我们看海，到真正到海的底下了，到底了，到头了。这个底蕴呢，是自性本定，就是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个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也就说明。自性是定的，不是动的。那么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全是动的，没有静的。佛门里面讲，整个这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四大造的，离不开五蕴。五蕴头一个就是色，色就是四大。四大的意思是什么呢？地大，物质现象，我们看到了，我们能接触到的物质现象。前五根呢，能缘得到，你也能看见，耳能听到。鼻可以嗅到，舌可以尝到，手可以摸到，叫物质现象。这叫色法。色法它的性质，讲最小的色法，色法是《金刚经》讲一合相，就是这一种物质聚集在一起成的现象。所以物质到最初的基本的物质。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五蕴。五蕴的意思告诉我们，色跟心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开的，色是物质，后面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心理现象，你看看佛在3000年前告诉我们。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一体，不能分的。物质呢？物质有四种现象。第一个就是你能看到它是个东西。第二个呢，它有湿度，是地、水、火、风。水代表湿度，火代表温度。现在科学里面讲呢，这物质现象啊，它有带电，湿度啊是阴电，温度是阳电，所以带电体。最后一个现象呢，风大，风大，风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这个就是物质现象。那凡是动的都不是真的。真的东西是不动的。那么这个物质现象的基础，我们在《金刚经》上看到一合相。那个一到底是什么？佛经上说，即为之为。就是把物质分到最后。分到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这个一个小物质就叫做即为之为。那么这桩事情被现代的科学家，他就是用这个方法不断分析，
啊，分析到最后找到一个小东西，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原子当中是原子核，外面是电子围绕着它转。那还有中子，那一个电子。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成的。那微中子应该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了，不能再小了，再分就没有了。科学家他就再分，真的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出现呢？念头的波动现象。就是受想行识波动的现象，这一个发现，科学家在真中声明，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念头是物质的基础。我看的这个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普朗克博士是爱因斯坦的老师。这师徒两个人在世界上都非常出名。他说了一句话了，这是他的结论。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的基础是念意念。所以这个二分法就错误了。引导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400年了，这个错误的引导。二分法就是心理跟物理分开，心理是心理，物理是物理，以为他们没有关系，现在才晓得心理跟物理是密切的关系，根本不能分开。你说唯物错误，唯心也错误了。物跟心是一，不是二，根本不能够分。发现物质的基础是意念的现象，波动现象。于是乎，科学家就立刻就体会到了。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物质可以控制，这个念头可以控制物质。他们就找证据，这30年来找了很多很多证据。他这个证据找什么呢？找病患。重病的人，医生宣布不能治了，等于是宣布死亡。你的存活期间大概1-2个月。可是真有这些人呢，1-2个月之后他自己好了，再去检查呢，并没有了，特别像癌症这些的，没有了。这个医生感觉到是奇迹，其实不是的，念头。这些人的时候用意念呢，把他的病治好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医生宣布他寿命只有1-2个月了。这些人多半是宗教信徒，他对于身体不想了，病也不想了，什么好不好都不想了，反正命快没有了，一天到晚就做祈祷，就想上帝，想天堂，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就这么一个念头，其他念头没有了，所以他不想身体，不想病。2-3个月之后他病没有了，再去检查完全没有了，念头改变了。
所以物质环境也改变了。原来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这么回事情。啊，现在收集这个例子已经很多很多，这个共案，啊，我们佛门里都有。啊，前几年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啊，3个月之后就检查全没有了。他们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刘素云居士啊，10年前得的是红斑狼疮，医生告诉他不是活一两个月，医生告诉他你心里要有准备，你随时可以死亡，比癌症重啊，随时可以死亡。啊，他听到这个话，所以好在他很镇定，他又不怕死。啊，那个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无量寿经的光碟一套，他就听这个音，一天听10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是把身体忘掉了，把什么病忘掉了。啊，没有想到身体，也没有想到病，天天只是听经念佛。啊，2、3个月之后啊，没事啊，再去检查，病好了，不但红斑狼疮好了，连疤都没有了。所以医院感到奇迹。啊，而且告诉他，你有吃什么东西，用什么药？红斑狼疮是有好的。但是疤不可能不在，你怎么连疤都没有了？啊，你查的是什么？查药水？查什么东西？他说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每天就是10个小时听经，听其余时间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医院医生听他的话，因为他一生没打过妄语。啊，给人说话都实话实说，所以医生相信他的，这是最标准的一个例子。所以有重病，不要去想病，你想病好，想病不好都没用处，那个病的病毒啊去不掉，你只有不想它，就没事了。啊，我还听人说的，什么人给我讲的，我都忘掉了。他这个医生告诉这个癌症的病患，告诉他你要想好，你没办法治了，你要想好的时候，你最好真能不能发心一个星期不吃东西，什么都不要吃，就喝一点点水啊。他说人饿不死的，一个星期饿不死的，会把什么东西饿死了？把癌症饿死了。但是癌细胞啊，你吃的东西全都被它吸收了，变成是不是补你的身体，你是在养癌细胞，那越养越严重。啊，你饿上7天，癌细胞得不到营养补充啊，它就死了。啊，有人做这个实验，真实验成功，这个办法是把癌细胞饿死。啊，晓得。病人的时候，所有一切营养都是营养他了，都是被他吸收去了。啊，让他在那里面繁殖。啊，这个例子大概还不多。啊，如果普遍试验的话，试验成功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啊，可是意念好的人决定正确。这个是由佛法、由科学做根据，啊，就是你决定不能害怕，你越害怕的时候，那不是癌细胞把你害死的，是你吓死的，你被他吓死的，那很冤枉。
还没有人要你的命啊，你被他吓死了。所以这个要自己负责任。可见的这个念力啊，不可思议。科学家给我们说，意念如果集中，它的能量不可思议，甚至可以改变呢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这么大的力量。那么由此可知，地球上这些灾难呢，算不了什么。所以，美国的科学家也是量子力学家，研究念力的。他前年在澳洲开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澳洲开会是科学家的会议，他们是就是讨论2012今年玛雅预言这个灾难问题。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能够觉悟，能回头，都能够做到，弃恶扬善，把所有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抛弃掉，把善发扬光大。这第一个，第二个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他只讲三句12个字，地球上灾难就化解了。这是根据量子力学得到的念力能量，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人相信呢？有没有人真正回头呢？他的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断恶修善比他讲的还干净，还肯定。你看，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三句正是《无量寿经》第32品到37品所说的。这一大段经文是讲无戒是善佛劝导我们要断恶修善，要改邪归正，要端正心念，佛通通讲到了。大小乘经典里面佛常说，智心一处，无死不完。我们把念头皈依，那个力能量就大了。他讲这些，我们净宗只讲一句话，把他那个全包了。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看一向专念，把念头集中，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能量的殊胜超过科学家所说的，这一念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在极乐世界上成佛。这一念地球上这个小小灾难哪有不能解决的道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建立坚定的信心。我们怀疑错了。这一怀疑就把这个能量全部破坏掉了。就贪嗔痴慢疑，佛教它叫五毒这是五种极端负面的思想。最坏的思想，把所有一切善的统统破坏掉了。
啊，头一个是贪，这是什么？人最容易犯的。哪个人不贪呢？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贪是毒啊！啊，贪毒带给我们五脏六腑的生病。五脏六腑为什么会生病？就因为贪心来的。啊，贪心把我们的好的细胞变成了带病毒的细胞，这个病毒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贪心感应外面是水灾，啊，海水上升，啊，江河泛滥，贪婪是因呐，啊，嗔恚带给我们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感应是天火，啊，山火，烧山，啊，愚痴带来是风灾，啊，是上个月吧？我们看到美国，一天当中有200多个龙卷风，从来没有过的。啊，十几个州发生200多个龙卷风。啊，佛说这个原因是愚痴、傲慢带来的是地震。啊，怀疑带来的是，在人过人身上来说，免疫能力崩溃了，就你很容易感疾病，免疫能力没有破坏了。那对外面的世界呢？山会倒下来，叫山崩地陷，地会沉下去。怀疑，不是你不相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所以怀疑的那个灾难比什么都严重啊！啊，地沉下去了，啊，山崩了，倒下来了。这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意念影响外面山河大地，就影响地球。今天为什么灾难这么多？贪嗔痴慢疑全了，每个人都犯了。这地球上居民哪一个没有贪嗔痴慢疑？不能说100%吧，大概95%是靠得住的吧？那还能没有灾难吗？那不可能没有灾难的。今天应对的方法，咱们个人，我一个人转，我能保住自己，我能保住一家，我这居住这个地区，这个人来通通都转过来了，不但能保持这个地区，可能保持这个城市。啊，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据，有100个人转过来了，可以保存多大的都市呢？100万人的都市。啊，100万人的都市啊，只要有100个人转过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先怀疑，100万人造业，100个人能救他？
到后来终于我们想出，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这个应该有道理。啊，100万人邪知邪见的，这100个人正知正见，邪不胜正。啊，就是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所以念佛同学要发心啊，他们不改，我们改啊。啊，我们这个小小念佛堂，如果有100个人改，200个人改过来，啊，这个100万居民的都市，应该就是灾难纵然转不过来，要大幅度的减轻了，不至于很严重了，这个可以做得到啊！啊，一定要从本身干起。啊，这个都属于是定力。啊，定就是集中，不散乱。我们的念头要集中。啊，这个经中，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善心。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对治贪嗔痴慢疑啊，在一个方向啊，一心求生净土，一心想见阿弥陀佛啊，专念阿弥陀佛，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啊，要把我们心里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所有念头都清除出去，都把它打扫干净，这就起大作用了。啊，灾难这么多，信息这么多，都可以不要去理会它。那为什么这些灾难的信息也把它清除掉？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不是好东西，那就是灾难。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的就是阿弥陀佛，越专力量越大。啊，伦理道德方面好，好，好不好？好，不纯了。功夫里都有掺杂着，不纯。我们要真，要纯。那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已经有伦理道德在里头。啊，所有一切事出世间善法都在阿弥陀佛里头。阿弥陀佛大圆满，阿弥陀佛是真究竟。啊，不要再掺杂别的东西进去了。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在这一个名号里头。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什么灾难信息传来的时候，看，可以看看，不看更好。为什么呢？看了，怕你收到心里面去了。又放在心上了，反而不好。啊，不如不看，不如不听。这个方法好啊！所有一切负面的全部听。啊，正面的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啊，不听纯吗？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到啊，念佛功夫一流的，上上根人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下下根人呢，我们见过。下下根人跟上上根人是平等的，
为什么？他心里没杂乱了。啊，下下根人，像乡下的阿公阿婆。啊，前天实际禅师有几位法师告诉我，他们庙里有好几个，不是一个，好几个。啊，这些念佛人一天到晚就是一串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好像痴痴呆呆的，问他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对你笑笑，满面笑容，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话，跟他讲多少话，也不知道听到没有听到，他全部回你的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会讲了，他就会讲这一句话，了不起啊。这种人如果有100个，这个地区有100个，这个地区不会遭灾难的。啊，为什么呢？他真正做到了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啊。你跟他讲什么，他进不去啊。他心里头干干净净，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啊，好的坏的都进不去。啊，你赞叹他阿弥陀佛，你骂他，他还是给你阿弥陀佛，那他通通都没进去。啊，全是阿弥陀佛。这是真念佛人。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就有杂念，有妄想，那不是真念的。你怎么能跟他比啊？那个功夫还了得吗？啊，你试试看，跟他学学看，能不能学得像？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李老师常常给我讲，他常常想学，这些阿公阿婆学不到啊，真厉害他们呐。啊，那些人往生，他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他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肯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呐。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我们为什么不争取？啊，将来纵然往生极乐世界，落在他们之后啊！哎呀，这些老阿公、老阿婆们，他都在我们是高高在上啊，我们在他下面呢、啊。啊，极乐世界见面，他还是对我们笑一笑，阿弥陀佛，还是讲这句话，不得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就属于禅定之理。他的念佛已经进入禅定了，就念佛三昧也。那第二种力量呢？通力，通是神通，一切神通之力是定力之结果，定力一定发神通。啊，小定，小神通；大定，大神通。啊，一切诸佛如来，这果地上的那神通广大了。啊，他有天眼、天耳，有他心、虚命，有神足、有漏尽，他什么都知道。啊，他所知道是正确的，绝对不是假的。第三种呢，是戒摄力。啊，这里有注解，比较不好懂。色界二禅以上，
二禅以上，三禅四禅。啊，四禅天，除了初禅天之外，上面三层，总无言等五识。这上面三层，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没有了，没有这五种识。那他要看怎么办呢？他要听怎么办呢？戒，戒识，戒谁的呢？戒初禅的。啊，你看，若有必用，有必要用它的时候，用眼看，用耳听。则得以通力，自由其初禅天之五识。初禅天有五识，二三四没有，但是二三四禅要看要听，他戒初禅的，是不是戒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自己从这上面生来的了，等于说是吧，退到初禅，啊，他可以自由提升，自由退转，啊，退到初禅，他这个前五识啊就起作用了，这叫做戒识力，啊，这个卦符里这个戒识，二禅以上。无有寻思语言，啊，就是前面讲的，前五识啊不起作用，它只有第六识起作用，啊，第六、第七起作用，啊，若于设法应用，再加初禅之识而为即用也，这叫解释。啊，那么这是讲四禅天。第四种呢，大愿力，佛菩萨誓愿力，像我们《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就是愿力，愿力不可思议啊！啊，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愿力成就。啊，这真是应了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念力能量不可思议，法藏比丘的念力就是四十八愿这个念力，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念力成就。那自然变现出来的，你想想久了，它就变现出来了。啊，那么发藏比丘用的是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变得出来是，那就是发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往生到的就人，是发心身。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是动的，是生灭的，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它振动的频率1600兆次，它振。振动的频率，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但是发性身、发性土啊，它不动。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永远没有改变。
啊，人寿命很长，不衰老。啊，没有老，没有病。啊，花草树木，年年常青。啊，它不会枯，啊，它不会落叶。就是说，它没有春夏秋冬。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植物春生夏长，秋天就落叶，冬天就枯了。极乐世界没有，永远是春天。啊，没有变化。啊，我们这个地方树木花草都很好啊。啊，秋天比较麻烦了，啊，落叶很多，天天去扫啊。极乐世界不需要啊，不落。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啊，温度非常之好，啊，也不太冷，也不太热。啊，身心健康，永远不会生病。啊，寿命无量寿啊！刚刚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寿命是有量的无量。啊，同居土、方便土是有量的无量，到十报土呢，就变成无量的无量。真的无量了啊！最后回到常寂光啊，回到常寂光就证到妙觉的果位了。所以愿力成就的啊，我们的愿力不能不大，我们要发大愿。什么大愿呢？我决定要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48愿，我只有1愿，这1愿呢，就把48愿全包括了。到极乐世界，48愿就圆满了。这个好处太多了。啊，决定要见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愿力。啊，这个愿力你决定生西方。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做证明。他老人家在要解里头说得好。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完全凭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决定得生。啊，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好，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想到阿公阿婆。啊，为什么呢？他们那个功力不可思议。你看，真的是祖师所说的，念到什么呢？风吹不进去，雨打不进去。啊，风吹不进去，跟你说话。你没有放在心上，你心上就阿弥陀佛，他说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功夫的前身呢。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哎，阿赖耶就不落印象，阿赖耶落印象就是你收进去了。不收进去啊，不落印象啊，落印象只有落一个阿弥陀佛的印象，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印象都不落。真纯到基础啊！这叫功夫深呐！啊，功夫深，深十宝图。十宝图里的51个阶级，
啊，功夫最深的上辈往生，上辈上品啊，那到极乐世界差不多就是等觉菩萨、舍利菩萨，到这样的地位。我们明白了，见到这个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要向他顶礼，那不得了啊！活菩萨了，给我们做示现。第五个呢，法威德力，就是佛法的威德力。啊，前面四个是讲佛的威德，这个讲佛法威德，就是佛法的加持，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此五种力不可思议，非彼啊现彼二量之境界，它超过了。现量的境界是你清净。彼量的境界是你推理，像今天的科学家，他们是彼量境界。那佛是现量境界。啊，这五种力不是现量彼量的境界，故唯识论中，一致觉一切诸法性相，独不判此五力，这五个力例外。除这五种力，其他的力，唯识论中啊，都能够判决的。这五种力量不能判。啊，中间论里头也有这个说法，说有五力的唯识不判。为什么？这五种力跟自信啊。相应的，唯识跟自信不相应。唯识是妄心，自信是真心。前面这五种是真心流露出来的。啊，佛法是世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言语，没有通过心意识。所以佛法不能用心意识去解它，用心意识解它就变成世间法了，那不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懂就懂，不懂你不要去想它，想不到越想越错啊，干脆别想，你就老实念，哎，念了慢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古人说了一句话是读书千遍其意自见，那不要想的，他自然就明白了。啊，圣贤之法要这样学才行，啊，才能学得到。又，一切通力当中，这讲神通力，单讲一个。啊，一切神通力里头，终有。只业通力最强，这个我很少人知道。这一句要记住，神通力量最强的是什么？中阴身。人死了之后，中阴身还没有投胎，他那个通比什么都强。此五力也不能遮止，这个五种力的时候都障碍不了他。啊，故谓之无力不可道。啊，这五种力量到不了。那这个中有，我们都要多了解一下。啊，中阴身呐。
啊，《俱舍论》里头说，啊，我们这一段是揭露注经要旨所引用俱舍论的话，俱舍论云：“若人舍命，啊，这就一个人死了，他的神识啊离开身体了，离开身体就叫做中阴，他还没去投胎。啊，我们一般俗话叫灵魂。”啊，应至无量世界外受生。啊，这句话重要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在无量世界外呀、啊！啊，佛经上说的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啊，这就是无量世界外呀、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投生呢、啊？有没有东西能够挡住？没有，连佛的力量都挡不住。啊，这个给我们信心呐、啊。我们在临命终的一刹那的时候，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此中阴摄身，啊，我们叫灵魂，由空而去。他从空中就过去了，啊，我请是很快，是好像立刻他就到了，即到所生之处。这是什么？借由业力所持。这个业力是什么？念佛是业力呀、啊，这个力量太大太大。啊，他造的是念佛的业，啊，信，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愿生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一句佛号，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行，那为什么？他太快了，啊，一念念完呢，人就到了那去了。啊，什么力量都障碍不住，这个要懂啊！啊，虽禅定神通等力，前面讲的五种，而不能知其不往。啊，就是没有办法妨碍这个知，就是障碍它。啊，叫他不能去，做不到，什么力量做不到？哎，也不能令其住于余道，也不能够把他改到别的地方向去。那、哎、他就那个目标，你没办法移动他，你没办法阻止他。这个对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信心会增长。啊，所以说力不可道也。啊，下面这五种力，啊，统统就这个问题上来说，第一个定力。啊，定力者，即诸佛大定之力，佛的定力。啊，为这个众生中阴神识，往于他界受生之时，犹有业力所持，速疾而去，即生彼处。虽诸佛大定之力，也不能遮其不生，故云不可道。跟着多厉害啊！一切诸佛都不能障碍你，那何况其余的？其余的定力都比不上佛啊！定力不能障碍。啊，是由你自己的念力，这个力量强大。那第二个通力，神通力，啊，通力者，就诸佛神通之力。意思是说，
这个众生终因生死，亡于他界受生，由已有业力所持，俗集而去，即生彼处。虽诸佛神通之力，也不能遮其不生，故云不可得。啊，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你。啊，如果你做的是恶业，忤逆十恶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呢，它牵引你到阿鼻地狱，也是这个样子。佛的定力、神通力也拦不住，你自己去了。啊，所以说，通力了，中阴身的通力能量最大。随着你的业力走了，这个业力是什么呢？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嗜好啊，你喜欢的什么，它就往哪里去了。念佛的力量都不能障碍你，所以人在六道受生，尤其是堕落在三恶道，真的责任自己负啊，自作自受啊。佛能救得了你，救不了。你的方向目标决定了，你就是那条路，你不会改，只有你自己改，你自己种植可以，什么力量都挡不住。而且时间太快，真假一刹那之间，它就到了。啊，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没人知道啊。啊，由此我们也知道，佛不是不慈悲呀，挡不住啊，无法给你改变的。啊，你这个目标是在阿鼻地狱，佛想把你这个改变一下，倒过轨道，做不到，哼，没办法改变。完全是自己的业力，我们要把目标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佛不可能把你搞到东方琉璃世界啊，也不能拦阻你不到极乐世界，这不能不懂的啊。通力不行，那愿力呢？啊，三大愿力，大愿力者，即诸佛大誓愿之力，为诸众生终因生死，亡于他界受生之时，已由业力所持，速疾而去，即生彼处。虽诸佛大愿之力，也不能遮自己不生，所以说不可道。啊，阿弥陀佛慈悲呀，都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你终因业力决定你，阿弥陀佛不能拉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没办法。啊，你往地狱，阿弥陀佛不能叫你改道极乐世界。啊，他是想这么做，他做不到。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想起佛在大乘经教里所说的业力之大了啊，可抵须弥啊，能够抵住须弥山的，能够深入大海底啊，这么强大的力量啊！啊，又让我们想起
佛经上常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就这个力量是平等的啊，心是自信，正能量大，啊，佛就是讲的这五种力，这个力量很大，啊，众生是指我们念头，我们的念头如果能跟心相结合，跟真心相结合，不就成佛了吗？太快了。慧能大师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的念力跟自信结合了啊，所以他成佛了。那一念之间呢，什么都挡不住啊！啊，我们的意念跟佛力结合，我们成菩萨、成阿罗汉去了，也在刹那之间呢。啊，如果我们跟负面相结合，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念头多重要！从这个地方才让我们真正觉悟到，为什么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我们一心专念，就是这个道理。啊，你只要一心专念，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真的万修万人去，就怕你有杂念了。啊，杂念呢，把你的念力破坏掉了，你的念不专不一了。啊，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心里都有好多处，这就不行了。只能有一处啊，于是我们明白了，学东西只能学一种啊，经只能学一部，法门只能学一个，别搞太多啊，禅净双修，禅净密三修，那都是靠不住的啊，那后面法为得理，即佛法为得之理。啊，这个也不可思议。啊，为诸众生，中阴身世，住于啊亡于他界受生时，亦有业力所持。速疾而去，即生彼处。虽诸佛，这个地方要加个法字，诸佛法未得之力，也不能摘其不生，故云不可得。啊，这是诸佛法，佛法诸佛法为力。不可道啊，后头还有个即舍利，嗯，这个排得好，即舍利摆在最后，这个有道理。即舍利者，即二禅以上，无有寻思语言。若于说法应用的，在家粗禅之时而为己用也。啊，后头有小注。
为诸众生，终因生时。往于他界受生时，由业力所持，俗集而去，即生不住。虽借势之力，也不能张其不生，故云不可道。这讲得清楚，啊，通通都是对中阴来讲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明一切众生幸愿往生西方净土，任何势力都不能障碍他不生，任何势力都不能改变他的方向，增长我们的信心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地方引用的好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现若精进，现在呢，我们就本经所说的法藏大士啊，阿弥陀佛因地住真实慧。与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亦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故成就胜利与国土皆不可思议。此地特别就强调啊，不可思议这一个境界啊，本经法藏比丘住真实慧，真实慧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智慧不从外来，外面来的叫知识，不叫做智慧。啊，智慧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是自信里头的本具的。啊，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告诉我，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就本具的，一切众生皆由，没有一个没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自性本具的不从外来呀，外面来的时候全是知识啊。我们今天求学学什么？学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解决问题有局限，不圆满，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解决问题，圆满，没有后遗症。这妙在此地啊！东方圣者，求智慧，不求知识，所以不重视即问之学。啊，那为什么这个教小孩要叫他背书呢？
啊，把书背得滚瓜烂熟，那将来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你要晓得，教小孩背书是副作用，不是真的目标。真的目标是什么呢？不让小孩胡思乱想，他不念书，他小头脑会胡思乱想啊。用背书这个方法了，把胡思乱想打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那背那么多书的时候，那是负的，让他记呢，那是负目标，不是真的。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小时候记忆力好啊，熟背之后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将来自己应用的时候，真的是引经据典呢，随手拈来啊，他有这个方便的，这是第二个目的，真正目的是智慧啊，不让你从小这个妄想养成习惯，那个麻烦大了。那个到后来想把它消除的时候，非常非常困难。习惯成自然，这个就是说，减少他的妄想。把妄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一门深入，就叫你背一部书。背熟了还要再背。这个是说，保持在心底的清净心，越清净越好啊。古人这些法子妙绝了，我们现在人想不到。我们学了佛，明白这些道理，对古圣先贤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现在有许多人根本不能理解，所以他不赞成让小孩背这些古书。这个是无知啊。所以法藏，他用智慧，他不是用知识，这就是主证智慧。曰无量劫庄严佛土，无量劫是指阿弥陀佛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做的是实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成佛一样，是一期的应化。我们在华严法华上看，哪止是劫，无量劫前他就成佛了。梵王经上佛自己说，他无量劫前就成佛。这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他是第八千次了。这在佛法叫本极因缘，它的根本久远劫成佛，从极相上看呢，3000年前在我地球上实现八相成道，八相成道现在才知道是舞台表演。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上成佛十劫也是八相成道的表演，不是真的，真的久远劫就成佛。
这个表演值得我们学习。四十八愿从哪来的？不是凭空在那里想象的，不是啊，实地考察。啊，世间自在王佛是他的老师。啊，让他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去学习。啊，他用了多少时间呢？五劫，五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遍历一切诸佛刹土。啊，考察的结果，诸佛世界里面好的。全收，我通通都要。不好的呢，不好的不要。这样建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集大成。这经是汇集本，极乐世界也是汇集本，是诸佛如来刹土的汇集本。不好的都不要，好的全要。所以这个世界成就了啊，它的美好啊，一切诸佛世界都不能跟它相比，它超越了。啊，《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成就了，五种原译本，过去三种啊。这个会教本都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么经的注解，这都用汇集吗？黄念老注解这个经呢，也用汇集。你看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注解里面也没得比了，也是第一了，晦气啊！经为什么要晦气？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不是一次。多次宣讲啊，说明这个法门重要啊，佛常常讲啊，所以留下来这个原本不一样啊，好多种不同的原本啊，都是佛说的啊，佛说的不同，我们知道，听众不一样，说法的处所不一样。因此，说法也就不是一种说法。啊，所以这些本子流传到中国来了，啊，统统把它翻出来，看到这个本子的差异很大，啊，就知道不是一个原本，在这个地方就推出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讲，啊，特别是《大宝积经》那个大单元里头也讲了《无量寿经》，这是最明显的例子。啊，汇集。有必要啊！我们一生要成就啊，要懂得汇集啊。汇集就是
去人之长，学人之短。啊，唐太宗之国那一部群书之要就是会解。啊，65种典籍里头，取长摄短。啊，作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指导原则，他所成功的。啊，所以这个是住真实慧眼，与无量劫庄严佛土。啊，得入普贤菩萨里面，普贤菩萨的德是诸佛之所赞叹的。啊，为什么呢？普贤菩萨德是圆满的，因为普贤菩萨的心是圆满的。圆满的真心，圆满的自信，从这里发出来的。啊，所以普贤行非常可贵呀。极乐世界修什么？全修普贤行。啊，第二品就看到了，得尊普贤。第一句话是：贤共尊修普贤之德。啊，贤公尊修没有一个例外的，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修普贤菩萨。为什么？普贤菩萨没有分别，普贤菩萨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心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平等的。啊，所以普贤法就是平等法，普贤行就是平等行。啊，这样开花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自信，圆满的自信。啊，开是开导，化是教化。这显示佛菩萨住在法师的地位上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实现，在什么时候实现，身份都是老师。啊，教导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功德不可思议。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啊，真实之理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业障太深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断烦恼，没有办法消业障啊！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很殊胜。啊，到那个地方去，烦恼自然断了，业障呢自然消了，不费力气，全都做到了。
啊，故成就圣力。这个圣力是阿弥陀佛本愿修行的功德力了。啊，与国土，国土是圣力。自然的成就，啊！极乐世界没人设计，极乐世界没人建造，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无界修行功德，啊！自然成就的，所以。他是发心，身是发心土，跟一切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谭鸾寺与17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夜夜祝愿，言可思议。或者是安可思议，这就是不可思议。啊，这17种国土庄严都是讲的医宝啊，还有珍宝啊，珍宝跟医宝加起来一共29种庄严。啊，底下举例给我们说，如光为佛事，言可思议。啊，佛光照着你，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讲堂宫殿的光，道场周边。宝树的光，七宝莲池的光，八功德水的光，都能帮助你消业障，都能帮助你断烦恼。妙极了，这叫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啊，谁为佛事？安可思议？啊，极乐世界的水流，水流有声音，声音在说法，在讲经说法。啊，谁在极乐世界听经，讲堂听行，外面听也行，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你都听到讲经的声音。这个自在啊，让你真精进，你学习的功夫从来不会间断。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因为他是发心身，他不需要饮食。这思义得义，思时得时，那是你刚刚到极乐世界去，你吃饭这个习惯还没忘掉，突然想起来很久没吃饭了，啊，你这一动念头，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摆在你面前了，觉悟到了我在极乐世界不需要了，哎，它就没有了，变化所作。这个世界清净叫净土，一尘不染，它没有灰尘，啊，它的大地
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全都是珍宝所成。说七宝，七是表法，不是数字。七代表圆满，圆满就是什么宝都有。我们知道的通有，我们不知道的也通有，一样都不缺。全是珍宝琉璃大地琉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贵重了玉当中最好的翡翠绿色的玉我们叫它做翡翠。极乐世界叫琉璃大地，绿色透明，从地面上看到地底，干净。黄金为地，那是铺路的。你看，那黄金比我们成色好啊，我这黄金跟人家不能比啊，干什么用的？铺马路的。你走的路是黄金路啊。大地是琉璃地，这宫殿全是重宝所成。人在那个世界不起贪心了，现在这个是要收藏黄金珠宝啊，到那个地方没人收藏。为什么？为什么太多了？多了就不值钱了。黄金是铺马路的。你收藏它干什么？七宝几乎都是建筑材料。所以人到极乐世界，贪心没有了。怎么想贪，贪不起来了。我说毫无意义吧。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想什么就有什么，还需要储藏吗？不需要了，储藏多麻烦了。极乐世界天人住处，都是随自己喜爱，喜欢住宫殿，他住的就是宫殿。喜欢住茅棚，他住的就是茅棚。他那个茅棚不是茅草，都是珍宝。随心所欲。住的房子想大就很大，想小就很小，通通是新鲜。想在空中，这房子它就在空中；想在地面，它就在地面。到十方世界去拜佛，还可以把房子带着去，宫殿随身，就像什么交通工具一样。而且速度非常快，一刹那就到了。这个世界真好啊！我昨天看了一节卡通片《阿弥陀佛经》，画的是不错，但是阿弥陀佛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没画出来。应当要着重的极乐世界一切从心想生，真的叫心想事成。那个片子片名呢
不要用阿弥陀经。啊，应该用什么？用心想事成。哎，大家一定去看看心想事成。哦，原来是极乐世界。只有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其他的世界都做不到。你要想心想事成，就到极乐世界去。啊，此谁为佛事呢？安可思议？啊，也不可思议。流水声音是说法。啊，此隐为佛事，安可思议？啊，隐里头现象啊，啊，现什么相？你心里想什么想，就现什么想。啊，多分呢，是现十方诸佛刹土。啊，过去没到极乐世界来之前呢，我们都在十方世界流浪啊，无量劫来，啊，跟十方世界的众生结了缘，都在影像当中看见，啊，身为佛事，身是因身，因可思议。啊，音声之美妙，佛说法的音声像音乐一样，非常悦耳，好听啊！里面内容全是佛法，纯一大乘。啊，帮助你开悟，帮助你进行。说最殊胜者，则为诸往生者不断烦恼得涅槃分，焉可思议？这真不可思议！啊，涅槃分，得到几分的涅槃，不是圆满的。这个涅槃分是怎么得来的？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给你的。啊，这就是第二十愿所说的，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到达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就是涅槃分。啊，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了，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宝土，但是所有一切往生的人，通通都享受到十宝土的待遇，这不可思议。同居土里头的人天，享受化身菩萨待遇。也就是说，你有化身菩萨的智慧，你有化身菩萨的神通，有化身菩萨的道理啊，所以这是最殊胜的，不可思议。又金刚顶经经文上有这么一句话，为此佛刹，这是指极乐世界，净以金刚自信清净所成密严华藏啊。
啊，这是密宗的经典呐、啊。啊，净矣，没有例外的，全是。啊，金刚自性，金刚表，永远不变，永远不坏。啊，永远不会失掉。表这个意思，是自性清净性所成就的密严净土华藏世界啊，挂壶这个是念老师前面已经明证极乐世界即是密严华藏啊，华藏世界就是极乐。啊，密宗里头最高的境界，密严境界也是极乐世界。说如是圣妙故土，皆非微尘所成。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是微尘所成。前面跟诸位报告过，都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微中子。啊，微中子成就的。啊，佛法里面讲极微之微，极微之微就是微中子。啊，是电子，1/100,000,000,000，就说它的大小。这是什么？这是物质的单位。所有物质现象，通通是由它聚集成。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人身体，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身体有多少细胞呢？这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物质啊。人身一个人的身体，大概是50兆，50兆个细胞组成我们身体。啊，这算细胞啊。细胞在分析的时候就分子，分子在分析就是原子，原子在分析出来原子核、电子、中子，啊，一直往下分，分到极微之微，微中子。那最小的，那不能再小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再分就出现真相大白，是。念头波动现象啊，这个真相大白呢，就说明物质跟念头是一不是二，物质是念头造成的啊，所以我们念头可以控制物质，不妨试试，哪个地方痛痒了。念头叫它不痛，真的它不痛。那个天痒叫它不痒，它真的不痒，很听话。做得到，做得到，做得到。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下达这个命令，起这个念头，不能有杂念，它就有效。有杂念，把你的念头破坏了，就没有效。哎，只要是一个杂念没有的时候，就是这一念的话，肯定那个痛痒马上就消失，不用什么止痛药啊，作为个人不需要啊。这个东西发现出来的时候，的确要叫科学要重新改写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所以不是微尘所成，本非世间物质，因此它也不耐万有引力而维系。
啊，所以就前面讲了，不需要须弥山呐、啊。啊，且以国土，乃金刚自性清净之所成。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故云：世界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是诸佛如来的愿力，诸佛如来的愿个个不一样啊！啊，总的是一样，别的不一样。总的就是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修，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总。总的是一样，别的不一样。啊，你比如阿弥陀佛，别愿就是48愿，其他诸佛没发这个愿。因此，所成就的世界呢不一样。啊，那另外一个，众生的业力不一样。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他们通通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一样。啊，他方诸佛世界状况跟这个就不相同。所以果报不一样。这是说明呢，一切诸佛国土啊，不相同之处。为什么？譬如世间的好富，两个人拥有的财产是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100亿，啊，有这么多财产，个人家里住的房子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啊，那个100亿的财产就好比说佛，佛宝很大，每一尊佛国土不相同。啊，阿弥陀佛国土之所以殊胜，就是他不是自己想来的，啊，他是到每一家去看，你家好的我要，我也有，家不好的我不要，所以他是集所有富贵家庭的优点的集大成，啊，所以他比别人都好。你们家的好的我都有，你们家缺点你看我没有。极乐世界是这么成就的，啊，这个很特殊啊，啊，这种想法做法了，让现代知识分子佩服。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很合乎逻辑。不是你打妄想打的，有凭有据，啊，极美好之大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